搓澡师傅搓泥。一、二、三。女孩子搓不好是不是？换一个吧，有女搓。哦，女搓，女技师，女技师来了。哦，是女技师。哎呀妈呀，这我从小搓到大的。认识啊？没有，我说我搓背从小搓到大，绝对不疼。你行吗？我当然了，从小搓到大，都没沾水，干搓呀。准备好了吗？他问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他问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别那么大力啊！这个美女搓哪儿好？搓背从小搓到大，绝对！哎呦，简直有个打架的戏！怎么会有这种啊？可以了，别跑！还要干啥？等一下，姐姐不起了。有个人很想搓背。就是我背后有一块三角区，从我出生开始到现在可能没有洗。不，大姐。姐，这个很小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找个男生。哎，等会儿。那行。来个熟话。打你的男生。等会儿，你把头低下。他没搓过后背。熟，这块，往里撸，对。爸妈，叫妈了，爸妈。用点力，没你。哎，大哥，你就是熟。哎，刚刚大哥过来是这样，感觉是录像的，我准备杀人的感觉。搓泥是这种感觉吗？他此生不会再搓澡。你看，没搓过的地儿跟搓过的地儿，哇！快来！哇！蜜啊，脱毛哇！啥呀？这个不行吧？我这腿毛，打死我不玩了。这个真的不行。蜜蜡脱毛。蜜蜡脱毛。哎，陈叔叔抽到的话，能不能脱下眉毛？你就没有几根了，你是要砸叔叔的饭碗是吗？就是彻底让我失去这个职业。